有一次，为了两百块钱，我爸妈就打起来了。为了两他们能安静一晚上，找我们班一起光着男生，给我两百块钱。那是我第一次拿男人的钱。如果可以，我不会再回永城。我需要一个全新的地方，没有人会在意那些狼狈不堪的过往。可是我没有。 我离开永城，走了大半个地球，可最后还是活成了他们的样子。我让你失望了吗，喜鹊？咱们郑家有你出去闯就够了。只不过我没有选择。那你就甘心一辈子守在三叔三婶还有男医身边吗？你不是孤儿，你永远不会明白。妈。 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丝毫不敢任性的人。这么想当然，无非是想提醒他，不用活在别人的恩典。他每个家里得有这样一个人啊。你是想让所有人都像你弟弟那样无条件的呵护你是吗？你要你把我当个人，尊重我。离婚吧，喜鹊，我的人生。 是你的人生，姐，我会留在龙城，哪儿都不去。你是要被我拖累死吗？可家人不就是相互拖累吗？你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也该付出我的了。喜鹊，去过你的人生吧。我要做你和南燕的大本营，为了你们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从小就是成全别人委屈自己，可这次家里有我们。小时候，我们迷路了，最后是东尼带我们。 走回了家，喜鹊，我来带你回家。